终于要出国了。超重的，三分钟，因为他带了一整个行李箱出门。回国就借你们，真漂亮，是唯一一个化的完完妆妆的。对啊，哎，只有我化妆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因为我们要在飞机上敷面膜啊。我们多久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了？啊，终于要出国。好开心，刚才那边练韩文。Are you coming over? That's cool. I could use a little something to do. We could go outside. Oh, that's so good. I did what I was supposed to. There'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. So now I'm walking out.我们已经到了釜山，耶，有凉凉的感觉。我心里超好热，太显眼了吧？我们是姐妹相，但我还有我的这个心理吊牌。我们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往 Airbnb 的方向前进，然后一路上真的蛮多东西的，这些好可爱，你的行李箱都不要了。哇，各位，我们到韩国了，来开箱我们釜山的 Airbnb。哇，居然好会找哦，你们看看这。不会吹到风，可以在这里面假装阳台。对啊，然后再来这边有一个，啊，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嗨，今天坐的是我们等一下晚上会在的区域。先来看一下厨房好了，这厨房的色调好可爱哟，而且你看还有准备杯子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的冰箱也非常的 Q。再来是我们的房间。这有个四人房，哇！你们看看这映入眼帘的风景，太美了！这一幅画，哎，这个一切都很干净简约，可是很漂亮啊！然后呢，这边是厕所，还有我的背后林 Alice， 厕所这边很酷哦，很酷哦，要 stay with me 哦，这边是洗澡的，然后呢，噔，就通到了另外一个房间。哎，这样朋友一起住很棒哎，不会觉得有孤单的感觉。哦，我刚发现一件很贴心的事情，就是这里的 Airbnb 有两台吹风机，我们人这么多，一定需要两台。厕所这边还有一台。没有，我觉得拍照自己景比较漂亮。你看厕所这边还有一台，所以总共有两台吹风机。我们现在从 Airbnb 放好行李离开了，我们要去拍照，然后吃晚餐。好饿啊！吃晚餐，吃晚餐。
我真的觉得我们住的 Airbnb 真的超美的，真的赞爆了，看海发呆，哇，好可爱哦。我们刚刚吃了多少钱？台币五个人才3000块，所以平均一个人这样子才6块。然后吃那个海鲜是有够鲜，然后重点是它都每一个都很大，背都很大，那在台湾吃也要6000哎，真的是，所以一个人可能要1000块才吃。对，赞！等一下我们去吃点小东西。到了晚上实在是有一点冷，所以我们刚刚回 Airbnb 去。加件衣服，所以我里面加了一件大雪 T， 受不了啦！然后还加帽子，因为毕竟现在才晚上的7:49，我们刚吃完饭也才7点多而已，对，所以夜晚还很长。我们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，对，我们爱漂亮，可是我们怕冷，爱水哥加老水。然后就加了一件外套，对，回去加件衣裳。对，看他们穿的看起来，你看他们俩穿一样，复制人。等下去逛那个海云台传统市场，来来来，小心。我们买到糖饼了，刚以为没有开，我们买到糖饼了。你看，他吃的是起司的，拉丝的，拉丝的。然后这个是原味蜂蜜的，然后这个是蜂蜜加坚果的。那我要吃蜂蜜的。你要有一点这样，那个肉桂很香。我很胖子了，不会。它其实不太像吃吃看，好吃。韩国的拍贴机真的非常非常多间，然后我们现在挑了一间是迪士尼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框有这些超级可爱，是这些迪士尼的框。我要，我是那个，我要，结果有，紧张。
觉得晚上在海边散步真的超级浪漫，超喜欢的。星星好好또지나가는길이짧고긴시간동안大家早安，今天是在釜山的第二天，我们大家正在整装准备出门。那是吃什么？南嘎奇市场吃帝王蟹。帝王蟹。哇，我们今天第一餐就要吃帝王蟹吗？谢谢你呀、啊。今天下雨天。所以不去乐天乐园了，就改在釜山这边咖啡厅吃吃走走逛逛。来吃 extra， 大家先可以再度来吃，很好吃的，超好吃，甜甜的，真的，拿来喝一口。现在已经到就是餐厅了，因为刚刚问啊说现在这个季节没有帝王蟹，对啊，就说这个季节的帝王蟹都没有肉，他说很瘦，对，所以就是不好吃，我们改吃那个雪蟹，对，等下这也是吃焦焦的，没错，就会比较多肉，跟我一样，对，很期待，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些生鱼片啊，蛤蜊啊，鳗鱼，炒鳗鱼来釜山一定要吃炒鳗鱼，或是烤的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粥跟炒饭，粥炒饭。很美式，非常非常的美式。然后它不止这里哦，它还有一个神秘的空间，这里超级可爱的，你们看，发疯。他们现在在这边进行一系列的拍照的任务。好歪呀！嗨，我们的小伙伴们。我这一碗是没有加葱的，我觉得非常哦，no spicy。
spicy. All spicy, okay. 全部它这里面都已经咸了。在相机。哇！怎么长得？没有很晕染的光。对啊，他感觉要。一次只能印六张，所以我们在这里，记得来找我们哦。我们刚刚寄放完行李了，因为我们的行李大家都太大了，没有办法放在车站里面的寄物柜。对，大家真的一定要看好尺寸，还有自己行李箱的尺寸。然后我们就来找了，就是这附近有一个寄放行李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那个金沙浦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定一点时间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改3点回程。我们上计程车了，因为他计程车不能塞5个人，所以我们分2台。那我就跟一个会讲韩文的，我完全不会。没关系，我在这边也听不太懂这里人的韩文，觉得自己韩国能力很差。总之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搭上计程车要前往金沙浦。嗯。应该是有车车的，对，他们在比较远的地方。哦、你这个景很好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超棒的。你说拍这边吗？你这样有海，等一下可以拍。对啊，等一下你可以坐在那个角落就可以拍过去了。天空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完美。我觉得晴天的釜山仿佛跟我们昨天不同地方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昨天大家看不到，应该就是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今天有种啊，好像可以再留一天。我甚至没有到那个海边真的去走过。哇，好可惜、哦。我觉得可以再来。Thank you.
小心分口水。哈哈哈哈哈！中国人，就给他捂着嘴，给他捂住。可是按到我不知道有你有你有量吗？这样好。啊，好冰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别再别再！哎，好冰！我觉得好好吃。我是你的副手小助手。很多画面都他拍的哦。哇！睡再说，要大家多久？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OK。嗯。拜。